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喵喵。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个从4月1号开始一个新的经营优进奖金计划。那我们之前原本的那个新秀团队奖金呢，直到今年的3月就结束了。从4月开始就是这个新的计划。那谁可以参加这个计划呢？只要呢你从来不曾打过营级的伙伴，你就可以参加这个计划。我们从星级开始，基本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奖金计划，因为它的每一个条件呢，其实都是在帮助我们建构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组织架构。所以大家如果能够按照这个计划的这个内容去达成，那基本上你的组织架构是非常健全的。所以你到银级之后，你要再升金级，也都是非常的有帮助，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好好的去研究一下，照着它的规则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假设你现在什么拼接都不是，那从4月1号开始，你在两个月内达成星级，然后你底下有两条200，总共500，你就可以多获得1500块台币的一个奖金。那你达成星级之后的三个月内，如果你底下有2条500，而且总共有2000，你就达到高层星级，那你又会额外获得7500块钱的台币。达到高层星级之后的三个月内，如果你达成总监，而且原本总监呢是要有至少2条1000，然后你总共的 OGP 是4000，如果你除了2条2000之外，你还有一条额外的500，这样子呢，你又会额外获得15000块钱的台币。达成总监之后呢，如果你可以在四个月内达成银级，银级原本是要有2条4000，总共要10000。那假设你除了这2条4000之外，你又有一条额外的1000的线，然后你总共是10000，这样子呢，你又可以额外获得这个45000块钱的台币的奖金。这个真的是给的非常非常的多跟慷慨耶，真的是喵喵很羡慕你们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举实际一点的例子，就是假设说你从4月1号开始，你加入之后两个月内嘛，你4月1号加入，那两个月内就是5月6月，你在6月的时候你达到星级，那这样子呢，你就可以获得这个50块钱的奖金。那以前呢，就是你要达到星级，就是你只要总共你的 OGV 有500，所以你即便你自己一个人买500，它也算。但是这个奖金计划是说，你不能自己买500，你必须底下有2条200，这样子它才会那个算说你有达到这个目标。那这是好的，因为你不可能永远只靠自己去买那么多嘛，你底下一定是有会员，大家一起去把你的这个组织的这个业绩架构起来，这样才是一个对的方向。好，你达到那个星级之后呢，的三个月内，三个月什么意思？假设说你七月你达到星级了，那它的三个月就是从下一个月开始，所以是八月、九月、十月。你达到十月的时候，你达到高层星级，而且你不止说你的奖金是你的那个业绩是2000，你底下有2条500，那这样子呢，他就会给你这个奖金。好，我们再看总监哦。假设说你达到高层星级的月份是十月，那也是三个月内嘛，所以就是从下一个月开始，你十月达到，所以你就是11月、12月。然后再到隔年的一月，三个月，你达到总监，而且你不止底下至少2条1000哦，你还有第三个500，然后总共4000，你就算达到这个奖金的条件了。那这时候最多人关心的就是，如果我是在，因为这个计划是四月一号开始嘛，如果我在三月以前我就曾经那个达到总监了。那我可以参加这个计划吗？可以的。我们来看下一个，银级呢，就是你达到总监之后呢，四个月内你达到银级，他会给你这个
额外的奖金。四个月代表什么意思？假设说你是一月升总监，那你从下个月开始就是二三四五，你只要5月达到银级，而且你符合它的条件，就是有2条4000，然后额外的1条1000，就可以有这个奖金。那我刚说的，如果你是旧会员，你以前就曾经是总监过，那怎么算呢？它有一个所谓重启的这个机制，就是你4月1号就算你的第一个月。所以你四月算第一个月，四月、5月、6月、7月，7月是你的第四个月。你只要在7月的时候升上银级，而且你底下有2条4000，有额外的1条1000，你就可以获得这个奖金。这个是超好的，因为如果你曾经是总监，表示你的组织其实已经有一定的业绩量了。那你只要去把你不足的那个部分在四五六七这四个月去把它做起来，你就可以有这个奖金呢。大家真的要好好的那个加油。然后所以我刚刚讲的是你曾经是总监嘛，那同样你回推这个，假设你曾经是高层星级，也是一样哦。你如果曾经你的最高聘阶是来到高层星级，原本呢，你是要三个月内，你就是从你升上高层星级的隔月开始算三个月，升上总监可以有这个奖金嘛？那因为你已经曾经你达到高层星级了，所以你4月1号，4月算是你的第一个月，所以你只要4月、5月、6月，你在6月有达到总监，你就可以领这个奖金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再来呢，就是。哦，这个就是我刚刚讲，它可以重启嘛，就是你曾经达到最高聘阶的话，那你就是从四月开始算你的第一个月。那再来呢，就是它还有一个就是你在这个升级的过程中，比方你在总监到银级的过程中，它必须四个月嘛，你在这过程中，如果你没有达到总监，有没有关系呢？没有关系的。就是你在总监到银级的这过程，如果你曾经不，就是你有掉下来不是总监，但是没关系，你只要在4个月内你达到那个银级，他就会给你这个奖金。不过当然是不鼓励大家掉下来啦，因为你既然要往上，你当然就是要一直维持住的往上爬嘛。就像喵喵升级也从来没有掉下来过，是一样的意思哦。以上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再告诉我哦。